是我们今天晚上的压轴巨星，更是我们的超级巨星。想大家呢，如果了解华语歌曲或者是福建歌，家里面一定会有他的唱片。对，一定会唱那卡拉 OK 的歌。是，那是我们今天晚上呢重金礼聘啊。是，大家呢对他非常的喜爱，也是在我们的大街小巷，每一首他的歌曲呢都传唱非常经典啊。Ladies and gentlemen， 上菜。现场的嘉宾朋友，让我们欢迎今天晚上的超级巨星庄学忠，掌声鼓励。状元，掌声响起。福建，大家好。我又回到我的新公园。往日的梦依稀又出现，想要重温失去的美梦，会不会好梦难圆？我又回到我的旧公园，想起了他仿佛又见面，想要重温心爱的情人，不知道能否见面。你怪我想把你骗，流下眼泪空了一眼，深深怜惜难能忘记，爱人回到你回到我身边。我又回到我的旧公园，往日的梦依稀又出现，想要重温失去的美梦，会不会好梦难圆。这个人找不起共鸣，我又回到我的旧公园，往日的梦依稀又出现，想要重温失去的美梦，会不会好梦难圆？我又回到我的旧公园，想起了他仿佛又见面，想要重温心爱的情人，不知道能否见面。你怪我想把你骗，流下眼泪空了一眼，深深怜惜难能忘记，爱人回来回到我身边。我又回到我的旧公园，往日的梦依稀又出现，想要重温失去的美梦，会不会好梦难圆？你怪我想把你骗，流着眼泪偷了你眼，深深怜惜难能忘记，爱人回来回到我身边。我又回到我的旧公园，往日的梦依稀又出现，想要重温失去的美梦，会不会好梦难圆？谢谢，感谢现场朋友，大家热情的掌声，大家晚上好。我是庄学忠啊，那非常高兴来到这边跟大家好欢聚在一起，希望给您带来的经典歌曲大家都很喜欢。那我想呢，最近天气很热啊，来现在我们听一下这首歌曲。这个歌曲呢，听一下可能会感觉有一丝丝的凉快的凉意。好，来先给这首《又是细雨》，好不好？一起来欣赏非常经典的老歌，谢谢。
你不吸不吸你细细飞花心所比不得已不得已我两腮分离细细细你不要自暴自弃快回到我怀抱里又细想这细雨是我又想起你一夕落叶的休息我却不觉得寒意静静地等下去你不吸不吸你细细悲欢心所比不得已不得已我两腮分离细细你不要自暴自弃快回到我怀抱里谢谢，感谢您，感谢这位大姐哈。好，谢谢。来，这都是非常脍炙人口的经典老歌，我想也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了哈，对不对？好，那今天呢，来到这边，哎，没想到又有一首经典歌曲，这个歌名也非常有意思。好，那今天我们来到这边呢，大家就过来看我们的表演啊。歌名叫做。有我就有你，好不好？这个时段献给大家，一起来欣赏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再爱一些些你，有我就有你，只要有。在一起喝水也想喝甜蜜我需要你我爱你人人心日永不离就像沙儿粘身体可见我有多爱你
儿变成你，可见我有多么爱你。今天晚上啊，大家知道您要来，有好多的朋友啊都来看您的，是吗？是，而且真的是非常的感谢您啊，因为您的歌曲陪伴我们好多好多的朋友的成长啊，真的真的，听那歌曲很舒服，是一种享受。谢谢你知道吗？除了现场，不要算现场的，我们线上的 YouTube 跟我们 Facebook 有3000多人在线上看，你知道吗？看是，可以除了跟我们现场的朋友啊，然后问候祝福，你可以跟我们线上的朋友打个招呼。好，当然除了现场的，我们啊要感谢你们大家不辞劳苦来到这里哈。当然线上的朋友啊也是功不可没啊，大家在线上给我们遥远默默的祝福，我想我们的心意。都会感受到你们给我们的心意了哈，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是，学忠其实他是新加坡常客了，有时候常常来新加坡演唱。是啊，所以新加坡的观众特别喜欢听他的歌。像他说的，在家里如果你有唱卡拉 OK 的，一定有你的卡拉 OK 的。是，来我们现场的朋友，有多少人喜欢唱庄学忠大哥的歌曲的，唱卡拉 OK 的，请用掌声表示。哇、wow, 哦、谢谢。然后你们喜欢特别喜欢他哪一首歌啊？哪一首歌？来，哪一首歌喜欢啊？有没有哪一首特别喜欢的？风雨恋，哇，哎，忠实观众，对，你看他喊得出歌名的，是，其实他唱的歌太多，你有没有记录你唱的歌有多少？全部有多少？出了多少唱片？如果灌入唱片，应该将近1000首了。哇，1000首！我们在疫情的时候啊，其实我们有看到学忠大哥在直播的时候，在他的家，哇，他的家整面墙全部都是他的 CD 耶。当然啦，你看他1000首歌，你想有多少 CD， 多少 DVD 耶，对不对？对，所以你有记录过说总共有几张唱片吗？其实没有正式统计，但是如果说个人的专辑加上合集、哦、或者精选全部一起算的话，应该有100-200张吧。哇，100-200张了不起嘞！对，100-200张，因为除了他们大马的一些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新加坡的朋友也是很喜欢他的歌。你看，我们今天晚上啊来现场看你的这么多人了，哎，感谢大家。是，刚刚我们的主席。梦在你怀中啊，这也是忠实听众、忠实观众了。所以你看，学忠的歌曲真的是很多人都会唱的，是，因为它是属于70-80年代的一些金曲，对，80年代很多金曲。是，而且我今年我很好练呢。什么好练什么？今年因为今年我们每一年我们都有主持那个春道河畔呐、啊。对，然后今年不是有遇到我们的学忠大哥啊？哎呀，啊，你那天呢？你知道我回去好练很多天。是哦，会耗练什么你知道吗？许忠大哥包红包给我压岁钱。你就记得这样的、啊哎、而且我还把那个红包哦压在我的枕头底下睡觉、哎、这样的、哦、总有一天我要像许忠大哥这样红。、哦、你不是想要波比像你这样红啊、你终于当作选择压的是我们的模范典范啊，这样子真的好了，我们好好来欣赏哦，学忠在我们带来好多首的金曲。是好，
那现在呢，我带来一首呢，这个歌我今天准备的歌其实很多，我都没有在新加坡都没有唱过。哇，真的？我没有唱过的。哇，家人有耳福。那现在这首呢，也是第一次演唱啊。这首歌我想在80年代，如果你有听那些流行歌曲的话，现在已经变老歌了啊。是，也是非常流行的。来，昨夜的悔恨。哇，好听。现场的朋友，我们要掌声再响起。新叫声在哪里？谢谢你，谢谢。那其实这歌以前我也没有收录啊，错过了一首好歌，但是现在在台上也可以演唱，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事情啊。好，那最近呢，近几年呢，那马来西亚有一首福建歌曲，那是一首马来西亚本地创作，那唱的就是整个东南亚，我想甚至啊全亚洲，然后很多人都在唱这个歌。我刚来新加坡的时候，刚到的时候，刚才我的好朋友也说，他们都在唱这首歌，所以我想说跟大家也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歌曲。我想如果这么红的话，应该很多人都知道了啊。献给你这首醉茫茫好不好？来，醉茫茫献给你，一起来欣赏，谢谢。
样，算到一黑梦，还求求为难，还求求为难，把苦恼伤心的海根，海甲天的怨叹，一人苦一人。也随茫茫，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歌曲？有听过哈？好像很多人都在卡拉 OK 有开始学唱。新马的创作其实也有很多，都是非常棒的啊。好 ，OK， 我跟你讲唱了。刚才我听的时候，有人叫浩浩唱广东歌，他没有唱。如果我来唱一首可以吗？我唱一首广东歌啊。我广东话唔系好好，但是我可以尽量啊，尽量给大家呈现。来，啊，老人家就唱一首比较老的广东歌。这个广东歌应该很多人都有听过哈，以前有看电视剧的时候应该都听过这个歌，歌名叫做《小李飞刀》啊，好不好？来献给大家，这个可能你很久都没听到，来，谢谢。一身好本领，情关始终闯不过，闯不过，有情蜜意，愿挥刀剑无结果，流水滔滔十八卷。情丝不羁闯不破，刀锋冷，热情地冷，手底更是难过，无情刀
守在座，也有生几许失意，何必偏偏选中我，挥刀剑乱弹药，想射注定成大错。抱歉，这位是广东朋友的，广东人的，哎，还广东人的。可以吗？我的广东歌，哎呦，是是，因为我其实是福建人啊，但是我广东歌，吉隆坡比较多人讲广东话，因为我住在巴生啊，巴生的福建人嘴，所以我们很少机会讲广东话啊。那唱歌呢就要苦练，所以练个几首唱一下，哎，勉强还可以了啊，卖娘不喜鬼卖啊，好，谢谢，好 ，OK， 来，现在呢，我想这个时段呢。可以再给大家唱一首歌，那这个歌呢，也是好久都没唱，那今年有唱了一次啊，在云顶演唱会唱了一次。那现在呢，我想说在这里给大家唱一下，这个、歌曲呢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来，《草原之夜》，献给大家，一起来欣赏，谢谢。
也许不会来伴我的心事。来啦来啦来，来啦来啦来。吃榴莲了啊？没有，可以可以，当然没有问题，老板就随你去啊。还有可以让你带回家的哈、啊，啊，当然我们还有说，刚刚老板刚才有说啊，节目结束之后三十分钟，三十分钟啊，哎，你们去买榴莲啊，扣20%啊。哦，OK， 三十分钟而已啊。还有个好消息，就是我们学中大哥哈、啊，即将在我们农历中元会的。初七啊，七月初七还会再次来到我们新加坡来为大家演出啊，所以呢，我们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立新网络直播站哦，也是由立新所赞助的，是。所以你如果今天晚上听不够，初七你记得哦，要再来听他唱歌。好，要关注一下我们立新哦，哈。好 ，Uncle 来，可以再给我们一个 Uncle 曲吗 ？OK， 那其实我刚才还没有出场之前，有一位朋友是他问我，哎、欸，你今天是唱三首？我说没有，三首可以再乘二再加。对，我刚才已经唱了七首了。是，这么快唱了七首了。啊，不知不觉。那无所谓，我就是说，最重要是大家开心了、啊、哈。对，大家听得欢喜的话，我再唱也是，好不好？再用掌声鼓励一下。来，好，再献给大家这首歌曲哈、哦，也是大家可能也好久没听到了哈、哦，这个也是我第一次在这边唱，来献给大家这首《潇洒走一回》，希望大家会喜欢， yeah! 来一起欣赏，谢谢。
下走一回。潮汐又潮落，冷冬月月生死白头，几人能看破？红线呀滚滚，细细呀青山，聚散总有时。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至少我已有一醉水。青春如明天，你用真心换死生。岁月不及人间，多少的忧伤都潇洒走一回。今天晚上的超级巨星。